每次打完之后，就去帮我把那个副本打了吧。
喷了三年，都是人，傻逼！现在
我他妈一直没说话，你说我干嘛呀？随便喷他。我也在这一直喝。啊，正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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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两个说话的口气调调都不一样。我感觉展博，展博一直是弟弟。他为什么这么像是酒的人都知道，声音一听就听出来了。你看，这还是带了展博的声音，给说。那个调调，以后就这个，以后就这个。这声音不错，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样的。很好，很好。异域风情可以。异域真的异吗？异域真的异。就是那种泰国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有种泰国的感觉。就刚变完性那种，声带还没切完是吧？没切干净。哎，说实话，我声卡不是很好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换。别换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怎么一直盯着我呀？他就想盯着我干嘛呀？我自己打的时候还要上个马，一直上飞马。现在是他不玩了吧？他跟随你，你就跟随他。现在呢？我想打怪呀。我靠，我跟随干嘛？老弟。嗯。现在这个声音怎么样？别开混响。开混响，就是混响。没事，混响。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。这是你把机器人了？不电音吧？这是。能在这里把鲸鱼打满100级。别说变身软件了，我之前玩你打完了，好呀，咱们跑呀。跟我们一起玩的一个人，等他开门啊，他是谁妖吗？不会开门就跑过去了。他变了个女生，他是谁妖吗？跑过去的。这么远不用跑过去啊，那第一季不用跑呀。跑过去了。跑去他那，就有门开。哎，小土不在啊，小土还有。大鸟呢？有些大方啊，这些老板。老板，老大方呀、啊，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老板大气。我的。哎，泡泡人呢？我已经先走一步了。体验这个成就作品，看着一傻逼在那跑。Thank you.
妈妈也不会了，怎么打？虾皮这个真丑。虾皮子，你还是换黑色吧。天蓝色是不是很清晰啊？是你没有，你换黑色吧，你换黑色。绿色比较适合你。最好可以改成头巾颜色，大黑鬼配上绿头巾，贼黑。哎，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穿这种垃圾颜色？就你颜值高，一天天的。嗯，连个裤子都不穿，我靠！我操，这双这个路好看呀！我第一次听说有人说这旗袍没有穿裤子。对啊，他妈你把你的屁股还不如他们擦干净，就放在我的真皮沙发上了。开始了吗？我操！你走开！干嘛拉上我啊？你跟他们聊去啊？你是女性嘛？你最有发言权。裙子是……我没有发言权，反正你一直是反对我的，我不想参与这个话题。他妈的，第一次听说人家说穿旗袍他妈的等于不穿裤子。穿旗袍就是没穿裤子呀。穿个旗袍就是光着腚到处跑，我第一次听说。要不呢？不然呢？你们看不到，所以就是没有啊。就是没穿裤子呀！我靠，我真的搞不懂。哎，我就搞不懂，你们是不喜欢吗？不是，没说不喜欢，我只是……那有什么好说的呀？的小号在这里。哎，这是有个红衣号的话过来伸个脚。哎，带着他敢过来杀吗？那个地方受不了，那个地方塔能打到。我跟你说，他老毕，他就是跟你一样，就是用他不是这么多小号嘛，他就用一个大船。然后在澳港背一个货跑黑炭的，这个人啊，我跟过他一次，在澳港我学的吗？真的是，他那天还彻底测试了，你问碎片展梦那天展梦开的号，我这个路跑的真他妈慢呀，要觉醒一下，不觉醒的路全是十米吧，觉醒完以后。觉醒要打印一张天箱是吧？好像觉醒的他的那个脚会有光，好像我记得是有光。但你要去打印一箱子，对，那打印一箱呀！我操，好远，这就是个路呀！我把马的装备拿下来给他带，而且不是打印两次的问题，他多少颗呀？都四，一共需要28个那个次元石。好多次元石啊！我还有几个，我家人应该有一个七八个，但是跟我完他们打过的。你有28？二十八。不是，我在群怪，然后有人就在后屁股后面一顿清怪，我是服了。傻逼！这多好呀、啊！你拉着我已经打完了呀。你看，也比某些人跟随卡萨他们这个不要脸的行为好多了。因为能打、啊、我其实觉得最好还是跟随我。你听到了吧？是东敏这个天蓝色的这个叫什么不知道什么的东东在这里乱跳，好没说以前我有个63，老毕被撞飞了。我少五只啊，你一直在我屁股上，你怎么老是少一只呀、啊、我少五只，我现在才63。我怎么知道呀、啊、每次都是你少的。怪王前爷爷怪的，我操！我骑着鹿引怪，你看多帅！他追不上我怪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确实有点好用，我感觉带了弓的东西确实比较好用。我靠，你们快来呀、啊！我感觉我，跳呀！我不跳，我要！别动！我靠！我感觉死了。放技能，这边动了，深动了。
罐头你赢嘛，反正你要升级坐骑，是吧？对，你五十斤，你五十斤你才能升级，才能升。五十斤不简单吗？我有好几大。然后给你问一下，你需要吗？需要问啊，那个石头现在没了，正好正好留一下感觉。有啊，那个石头有，那个石头开那个。袋子女王箱子就会出，哎不对，开袋子出还是开箱子？袋子，对，袋子就会出，不会三百多个，随便呗。来，赶紧过来喂。哎，别给他喂，你让他以后拉怪。为了不拉怪，我太喜欢这做新的了吗？完了，被沉默了，被搞了。可以，这多漂亮啊！一起啪啪往下玩，他现在38。有个奶妈在我身上供快，真的。好了，走。你他一只。我之前在国外开出过那个叫花样小岛迷路还是什么东西，从那开始我特别喜欢录这玩意儿。下次要不要上我的吧？上回啊。哦，迷路啊！肯定要呀。哎，走，咱们飞，看你这些傻逼在下面跑，看谁先到，好吧。又别看了这103。哎，这跑错方向。我靠，这他妈怎么跑起来？快吧。他一直在进。他不就是浪费时间吗？那么正常挂他都快出来了。他不想去海盗。还是海盗最好。想去海盗，但是没去。哎，老毕赶紧给。去吗？海盗能带他玩吗？赶紧喂了，老毕，你们要那个蚂蚁的多吉的，赶紧喂了，现在。不赶紧啊！我就死了，我感觉。那你来，你才行这里。泡泡，你人呢？我坐你坐骑上。我在彩虹的坐骑上。你拦我呗！我卡卡的，待会儿就少怪了。不是卡卡，你是比少怪。你在四天，好，现在四天打怪放在我给你，那你拿我麻烦吧。我怎么跳到别人手机上了？下不来吗？大佬，你好巧了个号呀！最后给接了。哎，人呢？你一会儿。我在你后面，你一直在跑。我可跟着怪呀！你不跟着怪，一会儿我也缺了呀。我是刷新买的这个坐骑，其实并不滑，也是加百分之十。群体是啥呀，啥子啊？啥？群体是啥的呀？不知道啊。哇，我这刷不出来啊，不知道谁的。艾维，艾维 T 七二。这个小怪算那什么？算减伤，我打不动怪了。哎，对，你们有打那个吗？炮车招出来打一个呀。卡扎，一会儿再多打吧。对面有炮车吗？不能打，不能打。没有。打一个掩体。有炮车的招个炮车打个掩体的。一顿劈，我就在那一顿劈，这么多怪他都不出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恶心啊！这个任务。但是我打了10分钟左右，我就吐了，打两次，你打两波，吐了。太恶心。我也是打一。泡泡有炮车吗？有啊，到那边打吧，那边怪轻一点。直接在这里进化一个守护塔。到那边啊，那边就是怪比较集中。不是，这个减伤很多的。难受啊！我靠，打不动。谁他妈吃的？出来打。出一波
是一波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怪是该打，哪个怪不该打。怎么还有小蚂蚁啊？哇，这小蚂蚁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谁的任务啊？我怎么又卡了？我操！而且我好卡，我靠，这怎么卡了？因为怪太多了。这全屏幕都是蚂蚁，我操！这谁的任务呀？这谁搞的这东西？砍了好吧？放弃吧，放弃吧，放弃吧。把他踢出团。老毕是不是你？我碰怪他就不会说。好，你的经验啊，他赶紧做完任务不行吗？太多了。哎，老毕，下次那个谁，安静们他们开怪的时候，或者那个谁，你去跟着去。对，老毕，下次安全窝里打的时候就去，他也不知道谁，他肯定要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打鞋子跟打蚂蚁可以自己用了。妈，我笑死了，我现在卡成 PPT 了，卡死我了，妈那个！我刚看一个蚂蚁出来一大片小蚂蚁，我操！好卡，老毕，你别碰，老毕。我没碰，这是我自己单独打的。这老毕，你就在那打两个就行了，出去慢慢来。我53，一样的呀。三了。我为什么46？还是卡一下卡呀，我操！我没做任务了，我说你没看到每一次蚂蚁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卡完那个东西一直在卡，我感觉。有个蚂蚁傻子卡住了，卡那缝里了。行。哎，咋没有蚂蚁了？小蚂蚁给老鼻自己看，这个蚂蚁很远都隐身就能看到，就没有那么好吧。你说什么呢？要我做的也是你，不要我做的又不好的也是你。对啊，你买之前肯定说好啊，然后你买之后肯定要说不好的。93，那你要我87的。哎，我这屏幕还有点卡。再快点，卡机把挂机了，再快点了。快点！哎，怎么脱山了？是不是有小蚂蚁？看到的这个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最少的是多少的？我93。那来最后一波。好。六了。来，最后一波。最后一波，我要杀。好，来吧。哎，你杀吧，我不碰。
给你个机会吧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的天！哇，就密集恐惧症，出来吧。又开始卡上了。好卡。走了走了，张宇。哎，不行了，我靠，我斐德号两针，我靠。完了，我两针跳不进去门，我靠，我在门已经跳三次了，啊，跳进去了。我操，这能就瞬间好了。哇，你不知道马瑞，我操，今天早上马瑞是真的卡，好卡。PPT 也四个号过去直接 PPT。马瑞是卡，我也感觉马瑞卡。人太多了现在，这都是挂机而且，就跟咱们澳港不一样嘛，都是那挂机的。我们澳港不卡呀。秦北他那个块是庆典，人多，所以才会卡。人多，建筑物也多，还有喷泉吧？我记得马瑞，马瑞跑头顶上是不是喷泉？然后门口还是个喷泉。城堡。对，头顶上没有，门口是个喷泉。来增加总数好吗？我给你美颜。外专用路，报告。人呢？我送你过去。来，把这个卡进化了吧。别跑！哎，你过去干啥？喂，把卡进化了。都是拉呀。有没有奶？再给我奶一下呀。泡泡，你们还搜到沈探 FS 的那个吗？没有，没搜。赶紧来卡大这些。小球，我到打这边这个吧，我先打这边这个怪都可以吃了。好，你收了。对，给我点个赞啊、哦！一杆有赞，给我点一下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怪了，你不知道很多怪了现在。这个月还真的是点赞。小编太远了，等会儿办卡任务你接不到了。我们全在那儿等办卡呢，然后你在那儿拉怪。
泡泡，你我感觉你的泡伤还没有咱们的高呀。泡泡的是火焰泡是吗？火焰泡是好像。一个前面放炮的，一个前面放鱼叉和冒险，这两个是载具收集箱的成就。对，我今天把这个成就完成了。哎，我这个炮车是我都不知道有三个不同的炮车，我当时买的时候就随便弄了一个就开始做了。泡泡上面还有，上面。下面回去路上一大步困进去。那儿看见了吗？哎，这个车。我这个咋变呀？不是你下来，你下上车里面，那边他开不动车的，不是。喷气儿，我靠！我操，流星，大气、啊！太帅了，我也喷一个。帅气！操！哎，彩虹这车技不行啊！行，我卡流星位。完了，被流星卡了，卡流星位，卡了。我带着流星跑，等赛流星。我咋不你喷气喷在石头上了？老毕，你看你学着点啊，你学着点。给他关上，还来个漂移。我把门给他们关上了，老毕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都是。A 派怎么还在审判呀？关公一直在，他进不去的。你别折腾什么了，你慢点审。关公说：“老子这么多号。”也不够用的，把门关上去，太坏了。这就没人开一个门吗？你们？等你开呢，我没石头。要不然谁开？谁还玩这游戏啊？ 哎，我开门了。别开，我还没弄完呢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要让你来个。那个，我开那个对了。不对。我靠，我没做出来，是狗的妈的。俩王队吗？塔防二十队，进队。我也打，我也打二十吧。不是，我打九吧。我在第二页。哎，那个人好像回来了呀。看名字，不认名字呀。那个人，疯子叫奥利维亚里，这个人叫奥利维亚嘿。哦，记不清了，我就知道前面很像，跟你说。那你这么说，小土也被封了呀？小土叫奥利维亚里呀。小土为什么？老弟，坐车啊。蹭别人车还那么理直气壮，来呀来呀，还差两个人啊，二十关。蹭了我的门，那我就蹭个车啊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哦，这没人来打二十关了呀。所以说我在这边玩，那边很多时候过去都没有的。来了，来再来一个二十关，再来一个，最好再来个法师。我感觉还要回去玩，很恼火。
完了，我这边都没有挖到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以，关公这句话问得很厉害。哦，我任务完了，泡泡你直接过来，我给你一个木头。为什么给泡泡给我呢？对啊，因为你给我小熊准备。哦。因为我先看到泡泡呀。你又没说你要用，我就知道泡泡在这边找。Yeah.